Hello， 大家好，我是 Dicky。咁啊，過去幾個禮拜咧，香港人真係好痛苦同埋好辛苦啊！咁巧咧嚇，咁香港人而家可以鬆一口氣呢一刻咧，咁啊天氣咧都非常之晴朗啊！咁啊，今日雖然好熱，咁啊，但係今日嗱嗱臨咧就同大家講一講，之前同大家提過嘅嚇，最近好開心去做咗呢一個快捷嘅系統咧。咁就俾呢一啲咁嘅輕便相機啦，可以喺呢一啲腳架仔，甚至乎喺一啲正統嘅腳架啦，或者係自拍棍啦，或者拎掹啦咁樣嚇，一掹一接就可以轉換我哋嘅拍攝支架啦嚇。咁就嗱可以同大家講一句，呢一個系統咧組裝嗰方面咧，其實係非常簡單嚇，一個非常好嘅 DIY 咧，其實係簡單係好緊要嘅嚇，所有人都做到噶啦。咁就反而咧，我想著墨多啲咧，究竟呢一啲小零件咧，係可以喺邊度買？導致到咧，真心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想做嘅話，嚇咁我咧就會特登咧係去翻我買嘅地方啦，拍一次俾大家睇，俾個地方俾大家睇，話俾大家聽，我係喺邊度買翻嚟嘅，好冇？咁啊，仲有咧，咁我會拍一段片咧，係近距離俾大家睇睇點樣組裝。個組裝真係非常簡單。坦白同大家講啦，其實咧我做呢個 DIY 之前咧，已經將呢個概念咧，其實係主動去聯絡一啲廠家啦，係話俾佢哋聽，哦呢一個器材咧，可能係可以方便到好多攝影愛好者個噃咁樣，咁似乎但係咧，佢哋就其實佢哋有啲都表示有興趣嘅，咁但係咧。有一啲咧就要我證明俾佢睇我個受歡迎程度係幾多咁啊！但係好可惜啦，小弟嘅 channel 咧就唔係話真係咁家傳會曉啦嚇，咁就證明唔到俾佢哋睇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擱置咗嘅。咁咧就反而咧就推出咗前一集嘅時候咧，咁啊反而有啲廠家咧就係直接聯絡我話俾我聽，我呢個設計咧相當有趣喎，咁就好希望咧就聽聽我，因為我都話俾佢哋聽，其實如果可以配合一啲廠家嘅 CNC 技術咧，咁其實啊個設計上更加可以完美啲嘅，冇錯 ，DIY 同廠家出品咧係有一個分別嘅，可以 ，OK， 咁就呢一個係好重要嘅説話啦，並不是廢話啦，咁我哋但係咧而家為咗慳時間咧，都直接係講俾大家聽有關呢一個 DIY 係點樣做嘅先。大家見到咧，首先咧同大家講一講，依家我暫時咧就做咗三個頭嘅，好犀利啊！啲磁力我隔住隻手指都吸住啊，見唔見啊？見唔見 ？OK， 咁咧就我而家做咗三個頭，咁啊異性相吸同性相距咧，大家都知噶啦，磁石嘅特點嚟嘅。依家咧我呢兩個頭啊相距嘅，但係呢兩個頭咧都可以同呢個頭相吸嘅，情形就好似咁樣。OK。OK， 好快嚇。咁咧，呢個亦都一樣嚇，可以拎起佢。OK， 非常穩陣，非常穩陣嚇。好啦，展示完之後咧，我首先咧嚟拎開呢啲器材先。第一步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買咗啲咩材料翻嚟啦。其實呢度只係我過往買嘅材料，因為其實咧。係真係成功之前咧，我都買咗好多其他嘅材料㗎。咁其實咧試過之後咧，發覺最有用嘅都係呢一堆咁樣啦。咁啊話俾大家聽，咁啊逐樣話俾大家聽，呢一包係咩嚟嘅咧？呢個咧係我哋香港人咧成日都叫佢做戒指啊。咁啊係頂住一啲螺絲嘅一啲片狀嘅金屬啊。咁呢一個咧都係戒指，就大少少嘅。就大啲嘅，點解要有呢一兩個嘅用途呢？一陣間我會話到俾大家聽嘅。嗱，呢一個咧就最重要嘅螺絲啦。咁啊，呢一個螺絲係咩 size 咧？咁大家可以記低佢啦，或者咧係可以bookmark 呢條片啦。咁啊，譬如去到買嘅地方嘅時候咧，就俾呢一條片嗰個人睇，咁就容易啲買到啦。嗱，呢一個咧嗰個粗嗰個直徑咧就係四分一寸啦。嚇，咁就而。這個長度咧就係四分三寸嘅螺絲嚇，呢個螺絲 ，OK， 係呢啲叫尋頭啊嚇，呢啲叫尋頭螺絲 ，OK， 好啦，咁啊點解又要有大又要有細嘅呢啲鑽片咧？咁就其實咧，我啊開頭我諗住咧係要嚟咁大塊咧，要嚟保護住塊磁石嘅啫，因為呢一啲超強嘅磁石咧係會比較脆嘅，咁如果有塊咁樣嘅金屬咧去保護佢咧，就一勞永逸啦。
如果我哋就咁將呢個螺絲咁穿過去咧，冇辦法頂得住佢嘅。大家見到係嘛？佢會穿咗過去嘅。咁所以咧，我哋就靠一塊比較細啲嘅呢塊可以頂住嘅。咁我哋穿過去咪可以頂住咯，就係咁簡單。OK， 應該睇得清楚係咪 ？OK， 好啦。咁呢個咧，我係買定嘅啫。呢一個咧比較短啲嘅。都是四分一寸螺絲在同一個地方買的，究竟在哪個地方買呢？我想我 最清楚俾大家知道的呢，其實就是過特登過多去深水埗一次啦，咁啊拍段片話俾你聽，我是在哪間鋪頭買，好冇？嗱，呢個短啲嘅，而家暫時咧我都未用到佢，咁大家因為其實好平嘅啫嘛，幾蚊一包嚇，咁我買定啦。咁而家咧最常用就是呢個四分三寸長 ，OK。當然啦。主角是有這些、磁石，這些叫做超級磁石，我呢本人都是在這個鴨寮街買的，我可能、都挺好彩，我遇到這個老闆是挺好彩、這個磁石為什麼說呢？我逐點告訴大家、這個磁石呢，就其實呢跟這一包戰片有關，因為我這一包成包戰片呢個老闆仔送俾我嘅嚇，買呢啲磁石嗰度係送俾我嘅嚇，有厚有薄咁樣嘅呢啲戰片，咁就唔係因為佢送呢一啲戰片俾我咧，咁我就讚佢。而事實上咧，呢一個小檔攤咧，呢一個小老闆咧嚇，咁就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其實我實不相瞞啦，話俾你聽，我唔係咁順暢噶，去唔係咁順利噶，開頭去做呢一個 DIY。我只是去找這個磁石的 size， 找這個磁石的厚度啊、闊度啊，要啱的 size， 其實我都走了三次。咁我買了第一次之後有啲唔啱，咁第二次又去換，第三次又去換咁樣咯。咁就呢個老闆咧係不厭其煩啦嚇，咁同我一齊研究啦，咁就問我係有啲咩需要啦，即係需要點樣啊？咁佢盡量去揾一個啱嘅俾我啦。咁去到呢個咧，最後呢一個咧係非常滿意啦。咁啊，即係好人做好事咧，其實係真係要讚噶嘛。我哋要學識讚人先得嘅。OK。呢、這、一個老闆係最終幫我揾到呢一個磁石啦，咁而究竟我喺邊檔買呢？咁我頭先講過啦，咁我都應該會特登走過去、深水埗啦，話俾大家聽我去邊一檔買嘅，好冇？咁大家有興趣呢、我諗你俾我條片去睇咧，佢都知道我係邊個嚟噶啦。咁因為我換咗咁多次啊嘛，咁你直接買呢一個磁石就啱啱好 size 噶啦。另外這個呢就不需要多說了，大家都知道了，是一個叫做 Tripod Mount， GoPro 的時候呢基本上是 GoPro 的一些配件來的。 OK， 好了，我先清一清這個牆先。好了，接下來呢我打算跟大家近距離去拆開每一個這些轉接頭究竟是怎樣做出來的。就首先呢講一講這個先，這個呢就是我給一些可以上這個四分一寸螺絲的地方呢上住它的，包括呢現在大家都看到這些小腳架，又或者是一些正規的腳架，又或者是、一些自拍杆等等，又或者是這些大力鉗、大家都看到這些大力鉗。 OK， 那就我們鉗在不同的地方的時候呢，理論上呢、只要我們上過這樣的頭在這裡，咁我哋隨時咧想將我哋嘅相機仔，佢自己都吸咗埋去啦。隨時咧係將呢啲相機仔咧一擺埋去咧，就已經可以噶啦，係相當方便啊嚇。OK， 好啦，咁我拆開呢個頭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係非常簡單噶啦。嗱，首先咧，我哋用一支螺絲批咧，用十字啦，因為呢一粒螺絲係十字頭啊嘛，十字尋頭啊嘛。咁究竟咧呢一個頭咧裡面係點樣拆、點樣砌出嚟嘅咧？拆開俾大家睇就知道噶啦。好啦，首先咧我哋要買一粒咧呢一個兩面都係四分一寸嘅呢個叫轉接頭啦。咁啊，其實咧我喺淘寶買嘅，咁就大約幾蚊一粒嘅啫，嚇，好平嘅嘢嚟嘅。呢面同呢面都可以係上四分一寸螺絲嘅。OK。另外呢，其實呢我粒螺絲呢是可以出返嚟嘅。其實呢一度呢就非常簡單，
就是我用了兩塊這些超級磁石，兩塊超級磁石搭在一起，中間呢我就黏了一些啫喱狀的一些膠紙啦，是這樣的樣子，這些啫喱狀的膠紙這樣啦。 OK，係啦，咁其實咧做一個緩衝咁嘅作用嘅啫，順便咧就黐一塊頭先嗰啲個黑色漸片上去，咁咧就可以正正保護到裡面嘅磁石啦。咁佢哋點樣坑埋一齊咧？咁樣就算好暴力咁坑，我唔擺埋去咧，一間會夾到我隻手都痛埋嘅嚇。咁咧就中間穿粒螺絲上住佢。想實佢，咁就相當可靠噶啦。咁當我哋係想上喺一啲腳架度嘅時候咧，咪就係咁樣擰實佢咯。係咪好簡單？係啦，快啲答係。OK， 就係咁樣啦。咁另外咧，呢一個匿掹啊嘛，匿掹咧，依家咧其實我只不過係。將呢兩塊磁石咧，都係咁嘅原理，用粒螺絲上喺個匿掹度啫嘛，嚇。OK， 上喺個 tripod 掹應該係話，嚇，都係咁樣搭住佢，穿頭先嗰個四分一寸螺絲入去，咁跟住咧就係黐一塊呢啲咁樣啫喱狀嘅。強力貼紙咧，強力雙面貼紙，再擺一塊呢啲漸片，搞掂，就係咁簡單。咁當然啦，大家擺呢個磁石嘅時候咧，要留意佢嗰個磁極啊，嚇。個磁極要同呢個一樣啦，嚇，呢個係相距嘅，啊，相距嘅 ，OK。佢係唔會黐埋一齊嘅 ，OK。好啦，介紹完呢兩個，我拆埋呢個出嚟俾大家睇。而家咧呢一個咧係上次同大家介紹過噶啦，呢個 Ulanzi 嘅一個框架啦，係用嚟擺高鋪噶啦，方便我又可以擺個 adapter， 又可以上個Rode 嘅無線麥喺上面，係咪？咁我而家咧。只不過是將個四分一寸螺絲直接上在呢個框架度啫嘛，簡單到不得了。我下低咧由於呢個螺絲咧都長咗少少，所以咧我下低啊墊多一塊咁嘅墊片嚇，咁就都係搭住兩塊磁石。OK， 跟住咧就上嗰個大戒指，再上個細戒指，跟住就個螺絲穿住佢。個螺絲使唔使褪出嚟俾大家睇？應該唔使啦，係咪？就係咁簡單咁啊，穿住佢啫嘛。OK， 擺翻個漸片，咁啊最好中間位啦。咁跟住上住佢，咁一樣啦。上住佢嘅時候咧，記得留意嗰個磁極個方向啦。呢個磁極上去嘅時候咧，記得係要吸住嘅嚇，唔係相距啦，今次係要相吸啦。OK， 嗱，組裝係咪非常之簡單咧？當然係啦，咁就自問自答。咁咧就嗱，有一樣嘢咧都想同大家講嘅嗱，呢個匿掹咧，其實咧本身嘅設計咧就唔係上呢一個tripod mount 噶嘛，咁但係都上到嚇。咁咧呢一個螺絲係有少少問題嘅，係唔夠長，係上住呢一粒絲帽嘅嚇。咁但係咧，我就加咗一個咁樣嘅軟墊，睇唔睇到啊？我就加咗一個咁樣嘅軟墊啦。OK。
對翻焦先。咁咧就啱啱好啦。譬如我呢度插入去對啱位先，如果唔係插唔入，插入去嘅時候咧，佢啱啱棘住，咁啊 OK 嘅。一般情況下你不是死力掹它掹不翻出來的。當然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找條長一點的螺絲雙翻入去，是可以的。這一個其實它們是用膠水黏住的，用 買一支長一點的螺絲，沒有頭的螺絲拧翻入去已經可以噶啦，咁啊或者咧係你可以選擇啦，係麻煩啲啊咁樣咯，但係我就唔想咯。譬如鋸咗呢度咧，鋸咗呢度一條呢條膠板咧，佢就可以塞入啲，就可以咁樣套入去，咁咧就可以夠長啦，唔使換螺絲刀。兩個方法你可以用，有兩個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我而家暫時咁樣用咧，又覺得 OK 喎，所以咧我就唔想改變而家暫時嗰個 setting 住。OK， 好啦，組裝係咪非常方便？咁咧就頭先講過啦，咁啊會拍一條片咧，係俾大家睇睇究竟呢一啲小零件咧係喺咩地方度買啦。咁我而家即刻去片俾大家睇睇。係啦，咁我而家咧就喺鴨寮街街頭，鴨寮街街頭，咁啊為咗咧方便大家咧知道喺邊度揾咧，我喺邊度買嗰啲螺絲同埋磁石啦，咁我帶大家一次去睇，咁啊而家我喺街頭啦，嚇，咁一路行入去啦，咁其實行唔夠幾個鋪位咧，喺我哋嘅左手面，咁就已經有一間五金鋪啊，呢間五金鋪叫做。我不是跟他做廣告的，因為我現在才知道他的名字。這間五金店是你的建業，建業五金，走入去他有很大的櫃，你跟他說買一些四分一寸螺絲，四分三寸長的，就他會找到給你的，其實都挺好人的。 OK， 接著走回出來，這個正路接著走多幾步而已，其實咁啊，行多幾步，咁就行到去睇下先，睇下到未先。哦，應該就嚟到啦。咁咧，嗱，大家見我而家其實都係行咗幾步嘅啫，係啦呢間。咁咧就其實我而家啱啱先至知道個名，咁我唔係特登同佢做廣告嘅。咁啊，事實上佢真係好細心啊，幫我試咗好多次。咁佢叫華發磁石。係啦，嗱咁啊，順便通知埋大家，如果大家咧即係嚟呢度揾嘅時候咧，就喺呢個位置嘅。咁我相信咧，如果你開條片俾阿老闆仔睇咧，喂 ，hello， 好啦，就呢、這個，佢都真係唔嫌我煩啊！我嚟咗好多次咧，佢都幫我試啦，咁啊換咗好多次都幫我，咁就係呢個位置啊。咁你話俾佢聽咧，要穿得個四分三寸螺絲嘅，唔係四分一寸螺絲嘅。咁佢應該都識得幫你揾嘅，你最好帶埋粒螺絲嚟啦，佢入邊穿一次咁樣咯。好好人啊，呢、這個老闆仔啊，咁啊，而家我啲兄弟過嚟買，有得平俾佢哋啊嘛。一定有啊。OK OK， 多謝你。好啦，咁啊講到嚟呢度先，咁啊希望方便到大家容易嚟呢度揾啦。好啦，睇完片翻嚟啦，咁咧我記得喺上一條片咧，喺下低留言嗰度，我都應承過咗兄弟咧。就喺個畫面前面俾大家睇睇咧，呢一個磁石嗰個 power 究竟有幾強勁咧嚇？咁咧就我而家咧準備咗兩支礦泉水嚇，中間用條繩綁住佢。呢兩支礦泉水咧，每支750毫升嚇，個重量實在係唔輕嘅嚇。咁我擺佢喺度。嗱，呢個磁石咧係真係咁樣吸住嘅，冇花冇假嘅。咁我吊起佢，實際上咧，我上咗相機之後咧，仍然係可以吊起呢兩支礦泉水嘅。OK， 嗱，大家要知道咧，呢個礦泉水咧個重量真係唔輕嘅。咁啦，咁就希望呢條片咧，大家都可以容易喺個畫面度感受到佢嘅磁力。好啦，睇完條片之後咧，有第一樣嘢咧，想同大家聲明嘅咧，就係頭先嗰兩個商户咧，我係唔識得佢哋嘅，佢哋亦都唔識得我嘅，咁樣啦，咁啊，只不過咧係遇到好人好事咧，咁我真係好想去讚啦，
尤其是咧個老闆仔咧嚇，佢態度非常之好嚇，唔理我買嘅嘢係幾平都好啦嚇，佢態度非常之好，值得一讚。咁樣啦，正如呢一條片咧，我拍咗咁多條片去集合咧，去集合埋做成一條片俾大家睇咧，一個目的嘅啫，就希望大家如果真係想做嘅話咧嚇，肯定係可以做到咯，而且好方便知道喺邊度買到呢啲零件啦嚇。咁絕對就唔係話啊懶勁咁樣話俾你聽啊，諗到啲嘢幾聰明啊咁樣嘅，唔係嘅。OK， 咁就另外啦，仲有咧，我有幾句説話都想同睇開呢個 channel 嘅朋友講啦。咁其實呢個 channel 咧都絕對可以咧係問一商家咧係借到唔同嘅相機翻嚟嘅。咁只要咧每部相機都贊下佢咁就得噶啦。咁就但係你想唔想睇呢啲片咧？咁就我就唔係好想啦。咁啊，同埋我諗我都做唔出啦。咁啊，咁因為其實我驚咧嚇，如果我咁做嘅時候咧，係會誤導咗一啲信任我嘅人啊嚇。咁你知啦，因為有啲朋友佢係真係想買部相機，但係咧本身對相機或者呢啲器材咧唔係咁熟悉嘅，咁所以咧就驅使我咧係好想咧係真係每個器材我到手嘅器材咧都係正反兩方面咧都大家同大家講得清清楚楚。咁而取捨咧就自己。大家自己去決定取捨咁樣啦。咁就如果唔係嘅，咁我求其講嘅或者講講佢啲 feature 嘅嗰啲 feature 咧，喺廣告度睇到嘅。咁我覺得呢啲片咧係真係拍嚟都嘥電嘥時間咁樣啦。咁啊，希望我選擇嘅路向係正確啦。咁啊，希望得到你哋嘅支持啦，俾多啲支持我。咁我繼續拍多啲好片俾大家睇，好冇？咁啊，今集同大家講到嚟呢度，下集同你再見，拜拜。Thank you.